一只大雁从云飞，几缕青烟随风去，多少数字泪洒天，多少重量悬凝地，天拥有了地，地才拥有了天，天拥有了地，地才拥有天。天地合一，天变无极，天变无极，天有地变才有唯一，才有唯一。天地合一，天变无极，天变无极，天有地根才会有瘟疫。风中伴着雨来吹，雨却抽出新春绿，多少往事苦回首，更惜今朝日东起。天拥有了地，地才拥有了天，天拥有了地，地才拥有天。天有地根才有唯一，才有唯一。天地合一，天变无极，天变无极，天有地根才会有唯一。西汉末年，大汉外戚擅权，佞臣怒政，刘氏江山岌岌可危。汉平帝公元五年，当朝国丈安汉公王莽借腊日大祭之机，以交酒毒杀平帝，威逼太皇太后王政君立孺子婴为帝，与居位直射。王政君急召安众侯刘崇、延乡侯刘庆入长信宫商议，但两人出宫之后却惨遭杀戮。杀！杀！皇太后寿。寿星，大臣们差不多都来齐了。刘崇来了没有？安仲侯他……他怎么了？延乡侯刘信呢？老寿星，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。说呀。老寿星，安仲侯和延乡侯他们都死了。死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太皇太后、安汉公王莽求见。
王莽参见太皇太后。今天是姑姑的寿辰，侄儿是来贺寿的。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姑姑啊？我问你，安仲侯和严乡侯是怎么死的？是我杀死的。你大胆。大胆的不是我，是他们。没有皇帝的旨意，擅离封地，按律当斩。他们是我召进宫的呀。这我知道，所以今天我才来给姑姑贺寿啊。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。姑姑，你为什么总是跟侄儿过不去呢？你以为刘崇、刘信能救得了刘家的江山吗？你，啊？皇帝年幼，我是要找人来辅佐他。是，他是需要有人来辅佐，可不是他们，是我。你是我。你已经是太傅大司马了，还有什么官？既然你找不到给我什么官，不如再颁一道旨，让我替小皇帝摄政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这天下是刘家的。刘家之前这个天下姓嬴，刘家之后呢，就该换成王家了。哼，刘家的后人无数，你还可以再找人来给我捣乱。不过，刘崇、刘信已经给他们做好了榜样，刘家还有没有人敢再进长信宫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太皇太后福体欠安，就请大家自便吧。宣太皇太后旨意。皇帝年幼，需重臣辅佐，安汉公王莽承世三朝，厚德能才，赐载恒太傅大司马印，居摄皇帝位，钦此。文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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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面都乱成什么样子了？你还在这念书？乱即无治，无治乃无政，
无政是无官，想治天下必要先知为官之道。人家到太学念书都是为了交接官宦，你只会念书是做不了官的。我大哥说这书中有韬略，有胆识，也有治国的道理，所以他才要我到太学来念书啊。哼，这书念多了胆子也就小了。那也未必。这尚书就是当年秦始皇焚书之时，博士官福生以性命相搏才存下来的，难道这不是勇气？我说不过你。文叔，恕我说句不敬的话，你们刘家虽子孙无数，可真没几个像样的。文的也就是你刘秀了，那武的也就是你大哥刘演了。那我姐呢？你姐是我嫂子，当然是不错了。我说的是男的。我算什么呀？一部尚书尚未读透。不过我大哥的确不平凡，只是机缘差些得不到重用，否则的话他王家也不会如此猖狂。王兴，还得去找。我就不信刘家这么多后辈就找不出个有胆量的人来。老寿星，咱们斗不过安汉公。斗不过也要斗，他早晚会杀到我头上。别忘了，平地就是让他给毒死的。别，人呢倒是有。谁呀？淮阳王刘玄，广饶侯刘金，还有全陵侯刘庆。这五王四十八侯都是些无用之人，在朝中早就被王莽吓怕了。这朝外还有没有啊？这有了。谁？南阳的刘演，他是高祖的九世玄孙，此人倾尽家财交结天下豪杰，武功很是了得呀。刘演？对。去把他找来。老寿星，这刘家子弟谁进了长信宫就谁敢来呀？再说我也出不去呀。我要见他。老寿星，您也得为自己想想，摄皇帝那儿他能把我怎么样？大不了是个死，可刘家的江山要是在我手上断送，我死了还有脸去见刘家的人吗？好威风啊。那是执金吾，仕宦当为执金吾，这是皇帝的仪仗。皇帝出宫巡游了。后生你好好看看，那是摄皇帝安汉宫。摄皇帝啊，是太皇太后的旨意，安汉宫代天子临朝听政啊，车服仪仗都与天子一样啊。
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我要上书天子。安汉公大逆不道，我要上书，我要上书。好好好，你来写，我给你研墨啊。来，班长，快点，来了，好，快，我送一下文书。父亲，您找我？灵儿，外面在乱什么？是二叔，想选个好日子，为您做摄皇帝行个仪式。你们这些人只知道做表面文章。南阳郡的张绍，东郡的翟义起兵闹事，压下去了吗？父亲，人都已经杀了。这是我打算颁布的新政，拿去好好看看。啊，是。还有，把这些年间被刘家贬废的官宦都查出来，送来我看。是，父亲。等等，你派人把长信公看住。太皇太后需要安静，不要让闲人打扰了他老人家的清修嘛。是，父亲。切不可耽搁。放心，大哥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告诉我，送你到太学是让你来喝酒的吗？大哥，我对不起大哥。你不是对不起我，你是对不起祖宗。大哥，昨天我在街头看见安汉公王莽行皇帝仪仗，招摇过市，我要上书朝廷告他。你告诉我，大哥为什么送你来太学？大哥，哼，一部尚书还没念完就想告这告那，你肚子里有多少学问？你有多大能耐？读太学不比在家种地务农？大哥，王莽篡政，刘家江山，名存实亡。做官，做谁的官？谁又让你做官的？三弟啊，爹娘，走的早。咱们兄弟三个没有受什么祖上的阴谋，想要光耀门庭只有靠我们自己，明白吗？大哥，文叔错了，
叔一定要好好念书，不敢辜负大哥对我的期望。博生兄，外边出什么事了？还不是御林军又在到处抓人。博生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到长安来办事，顺便看看文书。三弟啊，朝廷的事你要知道，但不可妄动。南阳军的张绍、东军的翟毅，就是因为一时鲁莽，结果怎么样？如今这世道混乱，你们可千万小心啊。尚书朝廷的事跟你们没有关系。邓宇，你在长安朋友多，但是不能总跟他们混在一起。我把文书交给你，你要替我好好的看着他。是。大哥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办完事就直接回南阳。大哥，现在外面乱糟糟的，你也要当心呢。三弟啊，你要记着，就算是天真的塌下来，有我呢。你只管好好念书，将来刘家的事还只靠着你呢。要是有人问起我，你们千万不要说在长安见过我，就说我们兄弟多年不见了，这兄弟的情分早就没了。大哥，记住，就这么说。站住！什么人，竟敢擅闯长信宫？这小人是给宫里送菜的，摄皇帝有旨，任何人不得进出长信宫。拿下！是。哎呀！哎呀！御林军都出来了，说是奉摄皇帝旨抓什么侵犯，到处抓人呢。我大哥不会有事吧？走，咱们去找找他。这博生兄刚刚还要你静心读书，我大哥性子烈，搞不好会出事。走。快快快快跑啊！站住！文叔，喊我们走啊！住手！干嘛你？你们干什么？反贼在这儿，快抓住他们！快，快！他们这是在屠杀呀！我大哥！你找死啊！咱们好不容易才跑出来，快看看伤着没有啊！三弟，大哥，博生兄，博生兄，三弟，你，博生兄，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莽贼想杀我啊！邓宇，你赶紧到外面看看去。哎，
刘岩抓到了吗？全城都封住了，就是找不到他，说不定跑了。你马上派人到南阳去，把刘岩一族尽数斩首。遵旨，皇上。不许乱叫。我是摄皇帝。没有摄皇帝盖世之功，这刘家的江山早就垮台了。您现在是威风八面、声誉满天下的时候，不如黄袍加身，做个真皇上。假的有什么意思？越说越不像话了。做皇帝是天命，唯天命是从，才能服人心，岂可强求？刘家200年的基业，是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他们的人心不死，我们就算当了皇帝，也不踏实。哎，有什么不踏实的？大哥，我已经传下话去，命各州县挑选绝色美女送来长安。大哥黄袍加身之日，这三宫六院可是不能空着呀！啊！大哥，王莽为什么要害你？知道安仲侯和严先侯是怎么死的吗？不知道。太皇太后召他们进宫，要他们入朝参政，削弱王莽的势力，王莽就杀了他们。莽贼是要夺权篡位，断咱们大汉江山啊！太皇太后密召我进宫，要我杀了莽贼，匡扶汉室。我领了密旨，刚一出长兴宫，就遭人追杀。大哥，文叔，文叔，邓云，外面情况怎么样？啊，伯少兄，现在全城都在抓你，文叔，怎么办呢？大哥，三弟，你赶快回南阳，告诉你二哥他们到别处躲一躲。莽贼心狠手辣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大哥，那你呢？我杀莽贼。好，伯承兄，我跟你去。大哥，这怎么成啊？既然莽贼已经知道了你，你是没有机会下手的呀。为了太皇太后的嘱托，刘氏宗族的江山，我死也不足惜。你赶快回南阳，和你大姐二哥他们赶快出去躲一躲。大哥，要是莽贼敢伤了你，我跟他们拼了。别说傻话了，你呀，要好好念书，将来国家大事还用得着你啊，大哥。开门，开门，来了来了，开门，快开门。嘿，走，快快，杀，给我杀，杀，给我杀。千万要小心，你们可以到宛城你姐姐那儿去躲一躲。大哥，你也要保重啊，快走吧，快去吧。二哥，
二哥。叔，二叔，我爹呢？进宫了。太皇太后老东西自以为是，三番两次的找麻烦，哼，让你爹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哎，南阳的事怎么样了？二叔，刘演一族43口尽数斩首，就是没抓住刘演。听说他还有个弟弟在太学，我派人去了也没抓到。哎，晾他们几个小泥鳅，也兴不起什么大浪来。哼，哎，二叔，我看干脆把长信宫那个老东西一除，让我爹登基算了。你就是太想当太子了？那倒不是，二叔，我就是不明白，你说我爹他是怎么想的啊？我们帮他当皇上，哎，他却满不在乎的。你还年轻，不懂你爹的心思啊。什么心思？他不是不在乎，是太在乎了。如果你爹不想当皇帝，让你看什么新政啊？啊，新政上都说些什么？王田令和私属令。嗯，哎，二叔，你说我爹他是不是老糊涂了啊？如果把公爵王侯的地都分给那些种田的，那还不乱了？乱什么乱？你想想看，你说的那些公爵王侯是谁啊？是刘家的呀。分了他们的地，就是既抽了他们的金，又买了种田人的好啊。哦，可这地……唉，等你爹坐上大位，那普天下的地还不都是王家的？啊，侄儿啊，要想当太子就得多动心思。二叔说的是，我这几天啊是有点乐昏头了。哼，你爹就是想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把这个设字去掉。什么理由啊？顺应天意呀。顺应天意，我已经找人算过了，后天是个大吉之日，你爹要去高祖庙祭祀啊，到时候老天会睁眼的。站住，闪开，闪开，驾。哎呦，闪开！放开！闪开！大哥，大哥，邓宇。大哥，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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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博生兄，别起来了，兄弟啊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二哥和嫂子他们都被人害死了。什么？莽贼！我以你不共戴天！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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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博生兄，咱们也找人杀了莽贼。三弟呢？我找遍了，也没有找到文叔，兴许他又回来找我们了。找到他，一定要找到他。这倒不错，收工。好。周公子，您这是？我要这把刀。嗯，你要这刀干什么？杀人。我这刀是砍柴用的。就要他。夫人，更衣吧。我不去。今天是祭祀，是摄皇帝登基的日子，摄皇后怎么能不去呢？什么皇帝皇后？那是我三个儿子的命啊。娘。灵儿。娘，您得去啊。碧儿，先下去。是。娘，您说的对。我爹这个摄皇帝确实是用我三个哥哥的性命换回来的。可是您想一想，这不是还有我吗？我爹要是当了皇帝，那我就是太子了。太子以后不就是皇帝吗？那又怎样呢？四个儿子，他杀了三个。这是扎在娘心上的三把刀。娘，不是还有我吗？娘，您就放心吧。你这话要是让他听到，娘，不用担忧。他再狠，也总不能把几个儿子都杀了呀，那就没人继承大统了。等我要是当了皇帝，您就是皇太后了。娘，就算为了我，换换衣服，去应应景吧。碧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你，哎呀，公子，
这青天白日的。什么？你叫我公子，你得叫我太子。等我要是当了太子啊，我就给你个封号。什么封号？哎呀，我还没想好呢。那就等你想好了再说吧，太子殿下。哎呀，玉儿，哎，别走，别走啊！你别走啊！伯承兄，啊，没有，你说怎么办？兄弟，你就在这儿等文书。我去高祖庙。不，我也去。好兄弟，你帮我找到文书，就是帮了我，也帮了刘家。记住，不要跟他说我们的事。嗯，找到他，马上出城。好。啊，拜托了。嗯，走。来了吗？哦，他已经在高祖庙里候着您呢。快，护驾！抓刺客！抓刺客！保驾！保驾！抓刺客！是皇帝，是皇帝，杀死他们，杀死他们，杀死他们！
只有你我是爱仙，青丝白檀也不断，思绪万里仙间，渺茫之后是情爱，相聚之后是分离，等待之后是怀念，心酸之后是甘甜。未开口，心已两相守，青涩姻缘到永远。青丝白檀也不断，思绪万里一线牵，渺茫之后是相聚之后是分离，等待之后是怀念，心酸之后是甘甜。未开口，心已两相守，青涩姻缘到。